全自动卡片分切机。机器用途，该设备主要应用于扑克牌、卡片的自动化生产，可将单张纸分切成各种规格的卡片，同时完成整理和切边角，保证前后印刷顺序不变，能够代替人工配牌配卡，节约人力，提高生产效率，是牌卡片行业的理想的生产设备。功能优点：一、效率高，采用独特的上下分层输送通道，双站点收集，生产速度达到每小时3000张，独特的收集方式和次幅出牌系统，保证牌卡的顺序不乱不丢，直接整齐有序输送到清缴机完成清缴，效率更高。二、稳定信号。机器的关键部件如墙板、凸轮等均选用优质钢材，机器高速运转部件如轴、滚等均选用优质钢材加工，并全部经过调制、定性、动平衡处理，保证机器长期高速运转的稳定性。电机、输送带、链条等关键部件均选用国内知名品牌，轴承选用人本品牌，关键部位轴承选用 NSK 品牌，气动元件均选用日本 SMC 品牌，电器件均选用欧姆龙、施耐德、和泉、台达等名优产品，伺服系统选用日本安川产品，液压元件选用国内外知名品牌 SMC 和华德液压。三、精度高，采用独特定位装置，纠偏范围大，调整方便。四、自动化程度高，此机可单独作为生产扑克或卡片的生产设备，也可连接本公司的光电分拣机、果包机，实行分切、清缴、分拣、果包或透明纸包装，全部自动化连线生产，减少了大量的劳动力，降低了生产成本，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。五、安全性、方便性。可编程控制器 PLC 集中控制，配合人机界面，用以显示机器的操作状态、故障及其描述操作要求，按照人机界面上的提示触动相应的功能键，就可以进行相应设置。多处设有传感器和安全装置，保障机器正常工作和人身安全。各种故障进行动态监控，使排除故障及操作非常方便。